在窗户上吗？窗户上没有鱼，只有想要散步的心情。鱼在图画里吗？图画里没有鱼，只有等待跳舞的颜色。水龙头上吗？水龙头上没有鱼，只有舍不得做再见的眼泪。一只熊气死了，也许鱼从来没有来过。星期三下午3:33。一只熊找到了失落的饼干，它用抹了蜂蜜腮红的鱼。我的彩色世界。猜猜看，我的紫色世界有哪些？紫色的高丽菜，紫色的玉米，紫色的鞋子，紫色的牵牛花，紫色的洋葱，紫色的紫米饭团，紫色的葡萄，紫色的紫水晶，紫色的紫斑蝶。